缩时摄影四季豆。四季豆又称为闽豆，栽种容易，适合盆栽栽培，生长室温约15到25度C， 在台湾几乎全年都可以种植。播种前，先将四季豆的种子浸水4小时，再整地灌水。趁土壤未干时播下种子，繁殖方式采用点播法。先用手指在土壤上戳一个凹槽，凹槽内放入1至3颗种子，再覆盖上一层薄土即可。播种后不用再灌水，避免萌芽期间水分过多导致种子腐烂。在四季豆播种后，大约5至7天便会发芽，大约2个月后就可采收。各位同学们，动手种下自己的四季豆，让我们一起来观察四季豆是如何发芽成长的吧。